咱按照五经一论，这是正修啊。那么修地藏菩萨本愿经、修地主归太上感应篇、实相业道经，这是助修啊。正助上修，这才会当稳稳当当成就。这道理甲方法呢，咱各位大家一定爱知影、爱记哩啊。那么你讲，那七部阿难文殊佛偈向经是啥物啊？甲各位讲，七部经是佛教入门的七部经典。无论你修到一个法门，偈向经是入门。换一句话讲，无为七部经，七部经就去打基础。你，咱会当安尼讲，无七部经的基础，你无伫咧七部经面顶下功夫，永远都无在入门。七部经是入门的经典啊！那么伫咧七部经进前，讲实在话，还有一部爱去读，就是咱老文书所讲的迄本《灵修佛教》。这本《灵修佛教》会使讲是最初的方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咱想要学佛啦，首先一定爱去明了什么是佛，什么是教，什么叫做佛教。咱一定要清楚啊！那么然后才为七部经里面去入门。原来无话，真是是亲像这个所在讲的，茫茫不别真啊，真假你都无办法辨别。第三句，这是讲阿难的悲痛，讲痛于不识者。阿难尊者以心痛。为了真济只无熟悉真法的众生啊，伊感觉悲痛啊。特别是伫咧咱即马即个时代啊，那么咱即个人为什么会变甲即马即个模样呢？下面即句话就甲咱讲出原因啦，讲最亲乃如是啊，这是讲实在话。就是安喏，咱家己的业障深重啊，所以才会变成安尼啊，当未到真的佛法，或者是当到真的佛法呢，无法度相信，或者是相信呢，无法度理解，或者是理解了无办法依教奉行。各位，你甲看，这一层一层甲伊淘汰落来啊，到最后真实是无几个啊。所以这首啊，这是阿难尊者呢，这比咱者呢，人格无认真，业障深重的众生啊。但是这个这比呢，也是出自于慈悲心、怜悯心，目的就是希望咱这众生听到了后呢，会当悔改，会当回头，会当改过自新。目的就在这里。所以一段罪障发言啊，因为罪业呢来种啊，在这个文化的这言。再看下面这段第三段，讲说好说好的话。地法者，六业六有量，经化消消退，当修何时好？那么这首偈里面的教诲呢，意思真深嘛，咱也当用心呐来体会啊。佛甲阿难尊者对咱的这个希望是啥物呢？你各位在这，你甲看这个课题呢，伊面顶就讲得好啊。伊课题讲红烧法体，红烧法体，这红烧就是指弘扬佛法的人上少啊。所以法体，法体就是讲法就衰微去啊。那这意思就真明显呢，希望咱来当发心弘法啦。
将正番呢，该发扬光大呀。讲伊所讲的这话，意思就伫咧遮。但是要如何将佛法，该搁再兴旺开呢？用现代话来讲啊，必须要做一个自我的牺牲。所以袂用咧无顺从佛道的教诲啊，这是重要的关键啦。佛在咧经典内底呢，对咱的开示啊，你看一再对咱开示啊，以苦为师，本师释迦牟尼佛，伊家己做一个模样互咱看，你看伊老人家啊，日中一食，一天食一顿饭。在中午以前呢，就是中午。那若是无信徒接待伊款待的时阵呢，伊手卡一受，无人接待伊去敬下、去招待伊去滚的时阵，伊带来手卡。那主要伊的财产呢，三衣一钵，是上主要的财产，三领衫一对钵。当然，其他个一个附带，迄个简单呢。那日常生活用品，那不算财产。主要财产就是三领衫一对布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就是在跟咱讲啊，万念放下，彻底放下，一心向道啊。所以咱学佛，佛做出这种的模样给咱看。教咱爱安尼学呢，都对吧？安尼才有在条将佛法搁再兴旺开啊！所以你看古代条有讲过啊，讲有庙无道呢，不能兴教啊；有庙无道，不能兴教啊。所以咱各位在条一定爱记哩啊，道场的兴旺，伊唔是兴会旺盛啊。嘛，唔是信徒真济啊，唔是啊。什么叫做道场的兴旺呢？就是这个道场的大众，伊真正依教奉行，然后呢，正果的人者，念佛门来讲啊，念佛往生的人者，真正往生啊，这叫做兴旺啊。你讲你这个道场？有几百人、几千人，甚至几万人，但是乱哄哄，一个都无法度成就，这叫做道场的衰相啊！道场的衰相啊！阿难尊者感叹的，就是这件代志啊！原来无话，如果你照一般人的讲法啦，道行大经行会影响人世安就叫兴旺。哇，那安尼今仔日有真济道场啊，比当年释迦牟尼佛的道场更加兴旺，兴旺太济了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哪有这么大的道场啊？哪有这么济信徒啊？行会哪有这么隆盛啊？所以起码有一个狂妄的人，伊也以为伊家己超过佛陀在世啊，超过祖师大德啊。结果呢？道场一个往生都无，一个成就都无，全部拢是一个无明文利用。做会时阵拢是高心道格在咧作业，这哪里是兴旺啊？这哪有道心啊？这道理，咱四众弟子呢，每一个人拢爱办啦。安尼，咱大家斗阵做会。共修共行，才会当如理如法啦。对，那是唔捌这道理，无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请问你，你要安怎会当做个如法呢？如果要哪有可能去行教呢？这道理咱一定来知。那么证明啊，这首偈证明能够讲受好的法家。六业六有量，这就是在说咱现前末法时代，只有少数的人呢，伊会当得到正法。
人性、人格、人行、人情、人性、人解、人行、人正。一万零当中啊，真正是六一六六，只有这两个呀。那伊为什么这么幸运呢？这无在咱别来问啊。为什么伊这么幸运？实际上，这是过去行动所修的善根福德啊。这个所以讲，受福、受舍，这福福德啦，受舍这善根啦。所以你看，古早人也常常讲啊，人人弘道，非道弘人啊。人人弘道，非道弘人啊。那么由此可见，道的兴衰呢，完全是看是不是有传法弘法，关键在这个这个所在。那么咱相信，这么多大众当中啊，过去生中继续善根福德的人不少啊，这是咱会当信的过啊。那伊为什么无办法当着正法呢？为什么像阿兰尊者这个所在讲的，会当当着正法呢？这一个这么多大众当中，搁一个两个呢？这代志实在讲，善道大师讲的好啊。终在古言不动，有神棍有福德无唔对，但是伊无缘，三个条件伊欠一个，所以有神棍有福德，爱个爱好的缘分，等会着真的神利息，安尼才用的啊。那么再进一步呢，等着真神利息，咱要甲各位讲啊。实际上，这也是一种福报啊！为什么呢？你无这个福报，往往神地色、真神地色，伫咧你的面头前，你嘛当面错过。啊，这种人嘛，太侪太侪啊！等到真神地色，你唔相信，这是你心中的业障啊，将你障碍掉的啊！这种人呢，占大多数。这不是教授，这是大教授。所以希望咱各位大家记啊，机会啊，咱讲是稍纵即逝啊，刹那即逝啊，刹那都消失去啊。那么就是迄一刹那当中，咱爱将伊了掉。咱即世的人修行啊，成败关键就伫咧这个所在。你爱抓得到啊！来讲人心难掉，佛法难闻啊！咱是得人心啊，无唔掉，也闻佛法啦、啊。但是咱生伫咧这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啊，咱心内面总是要有万全的准备啊！准备啥？随时随地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啊！但是咱爱记咧，想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呢，伊条件就是心爱动阿弥陀佛的心，愿爱动阿弥陀佛，言爱动阿弥陀佛，行爱动阿弥陀佛，心愿言行爱跟阿弥陀佛同款才会用的啊。这道理真简单啊。这世出世间一切法，咱讲是法界义无庄严，咱将来死了要去倒位呢？空老夫子讲得真好吗？讲物以类聚，类聚啦；物以类聚啊，人以群分啊，人以群分啊。那么咱家得一个人讲会来。同一类，甲伊斗阵，伊自然呢，就集成一个团体嘛。同款的道理啊，咱想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咱家己爱甲阿弥陀佛讲下来，爱同一类啊，安尼才会用的啊，才有办法做伙啊。你靠老，咱老文书定讲，靠我都参加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迄个俱乐部啊，你同类吗？讲下来嘛。
那你讲阿弥陀佛的心愿言行在咧倒位呢？大乘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的心愿言行啊！这大刚爱读啊，大刚爱听讲解啊。那讲到这呢，那就感恩净空老文殊的大慈大悲啊。你看是嘛？从净土大境界，咱需要学的这本《这本经》啊，《大乘无量寿经》这本黄念祖老居士的境界，为头至尾，甲咱讲一遍，真正是大慈大悲啊！老文殊伫咧讲这部经的时候，伊讲足侪遍啊。为什么要先将《华严经》放下来讲这部经呢？伊这是救急。无经讲恐怕来不及吧。这过去实际上啊，战争无偌久我有讲过啊。如果老和尚轻将华严经放落来，回头转来讲五经一论吼，伊若讲华严会当度一万个吼，恐怕转来讲五经一论啊，度一亿个都不止。伊已经卖为德甲声望。一世人，伊那后面的世界拢讲华严吼，伫咧华严会当成就，恐怕绝对，我甲伊讲十个伤悬啦，伤济啊。成就，我讲的成就是刻入华严境界哦，迄才是算成就。伊后面就算伊老人家拢总讲华严，真是听老人讲，一组都无欠的，听伊讲到完，会当刻入华严境界的人，全世界才是人听啦。恐怕嘛，无超过三个，三个恐怕先关了，一个都无啦。这讲实话啦。但是那是回来讲净土，第一老人家这种晚年这种的声望甲德行，伊来回来讲净土，因为伊老人家影响，伊净中信愿老实念佛往生的，我甲伊讲的，一百万都不止，一百万都不止。一定的，包括坐在全世界的华人啊，华人一百万都不止，真正有这种的实力的，我无爱骗的。老人家以前嘛，声望甲得用，往生都成就啊！你不管往生去倒，就算凡圣同去倒都成就啊！但是你华严经哦，无刻入华严境界，都无算成就。去部经迄嘛是算通道法门啊，花中世界呐，见思烦恼断尽，定三烦恼断尽，无明破尽，无明嘛断啊，安尼才有在了去往生花中世界啊。咱讲四十一品的无明，迄毋是咧讲无明血，迄是咧讲无明的习气，有四十一品。迄爱甲混了，才会当完全起尽。啊，那无明歇，就是无明烦恼断尽，发心大事的断尽，就是咱一般讲的愿告初住菩萨以上嘛。你才知影讲有，今仔日啊，老和尚回头讲这部经啊，我听到了，我法喜充满，感悟你老人家大慈大悲啊。所以呢？咱就以这部大境界为主修，逐天听，一定要将经典内面的道理变成咱家己的思想境界，将经典内面的教训变成咱家己的行持。安尼啊，心愿言行就动阿弥陀佛啦。所以各位大德一定要知影，咱会当得人生无容易啊！听闻正法更加无容易啊！如果咱伫咧这世地人，未当有一个结果，这个结果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岂不是可惜吗？真正是可惜啊！所以蓝尊者伫咧这说在讲诶，讲娑婆的佛者，六欲六有量啊，
这宿舍有这个福报，先跟福报的人，会当等着进佛的人，确确实实是一万零中一个两个，这是真的。那么眼看咱各位今仔日在座大德菩萨呢，嘿，有真参像这一个两个，其中的一个两个，其中的一个呢，但是呢，咱都已经讲这样吼。当着你那无好好把握，去错失去呢？安尼等于呢，嘛无当着。这是头前迄个，得化解药效啊！你是变迄个啊？都唔是这个啊？唔是六亿六有量啊！如果你那是好好把握，你就是六亿六有量的其中一个。你那唔好把握，你就是得化解药效的其中一个。迄个是占大多数，这个是占少数。所以各位，你要看得清楚啊！这得法正亦少，茫不白清这段这种的人，确确实实是真的。啊，你讲学好得法正六一六一六，这种的人确确实实是真的。嗯，当然，学人伫咧这个所在，希望咱各位在听呢，拢是后边这个啊，六一六一六，这个其中的是一加六，一个两个的其中一个啊。那下面这句啊，讲净化消消体。那么这消消体就是讲什么呢？讲渐渐衰灭了。佛弟子伊未用的依教奉行，未用的弘扬正法，佛法伊当然渐渐就衰灭了。所以佛法的衰微啦，实在讲啊，是咱四众弟子无尽着本分甲责任嘛。因此，佛法伫咧这世间呢，就互人唾弃，互人废弃了，然后慢慢伊就走向迄个灭亡的地步啊。那么这四种弟子里面呢，尤其是出家人，现在这个社会上，你看一般人他轻视佛教，轻视出家人，出家人现在在社会上无地位啊，谁看得起你，谁尊重你啊？这是佛弟子可以说是真大的侮辱啊。但是这个武量呢，实在讲是自己找来的。过去古早时代出家人，上至帝王，下至平民百姓，大家都尊敬。现在出家人除了学佛，又听道理，又听经文法，又捌道理，伊知影。出家人代表三宝形象的尊贵以外，即马社会一般人看到你出家人，什么人来尊敬你啊？什么人看得起你？甚至我阁甲你讲，这是我俗家的大兄，伊过去在那甲我讲，讲因一个同事啊，看到出家人就骂，咱台湾的讲较粗俗，就酸，会骂啥物呢？这臭家人，你要吃不吐痰呢？是这样，这是每一个人的责任，敢有共款吗？臭家人教化众生，弘法利生，影响大众，回头改过自新，向善，断恶修善。伊咧推动这自身完满的社会教育，这是一般人做会到的吗？出得真无道理啊！为什么他们不去骂学校那些老师？因为是骂出家人。出家人若是认真一个方法，他绝对不输学校的老师啊。学校的老师还领薪水呢，出家人如理如法的人是不领薪水的呢，义务教育的。哪会输学校那些老师呢？而且学校的现在的老师是教出几个人出来。各位听有没有？可以教出几个人出来。
但是这个佛法来的圣贤教育来的嫁出来个个拢是人。所以我现在在讲艺术，你们听有无？现在学校嫁出来的囡仔拢唔是人啊！坦白讲的啊，这是实在，嫁出来无成人啊！现在的囡仔哪有成，哪有成人？所以佛法的衰灭，实在讲的是啥？大多数的出家人伊无修行，大多数的出家人唔捌敬教，大多数的出家人无咧弘法利生啊！这一切，这出家人那是无咧修行弘法利生，啥物一切众生要靠啥物人啊？所以现在这社会啊，各位你详细去观察啦，换咧，变质啦。你讲的是正法，伊讲的是邪法，邪甲正啊，一定发生冲突嘛。人马上诽谤你，攻击你，侮辱你，甚至进一步陷害你，你要哪会挡得掉呢？法也是为这个所在灭的呀，所以这经法消消退啊，这阿难尊者会感叹，将来经法啊慢慢衰微去啊。出家人唔认真修行弘法利生啊，那么这一切众生伫咧即世的人啊，转迷为悟啊，转凡成圣的机会失去啊，无啊。所以你看阿难尊者伫咧即个所在感叹讲啊，当后何时好啊？当复何事乎啊？这意思就是讲，这些苦难的众生，伊要挖苦什么呢？伊要挖苦什么啊？那因为这个原因，你看阿难尊者伊在头前，伊在求佛啦。啊，你看第一首的偈颂，各位恁过来回头看下，你看，伊讲愿为一切苦未苦处涅槃啊。希望咱世尊，你大慈大悲，为着这一切众生的缘故，你唔通入涅槃啊！这意思就是求佛菩萨定定来这个世间教化众生啊，唔是叫世尊一直活落去啦！这时间够业报尽啊，要来一直活落去。这意思就是求佛菩萨啊，定定来这个世间教化众生，帮助众生啊！那这所在，咱各位大家爱知啊。咱求佛菩萨搁再来，佛菩萨咱该求，伊就真正会来吗？坦白讲，伊无一定会来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佛菩萨来甲无来，爱看缘分啊。众生无缘，伊来这要创什么？什么叫做无缘？无缘不是我看你袂顺眼叫做无缘，有足侪人经教唔捌，伊真正同伊讲无缘，无缘可能就是我看你袂顺，我你教我无缘啊，唔是啊，那安尼伊就唔是佛菩萨，伊就凡夫一个啊。迄无缘是啥？就是你唔肯听话，你无在了接受教化，安那甲你讲你都袂回头，这叫做无缘啊，安尼佛菩萨袂来。所以你，咱求佛菩萨搁再来，伊真实得来吗？伊无一定会来啊。那无咱问，那安尼要安怎？这是咱各位大家的记忆啊。回头转来求家己，咱净空老人师教咱，真肯定教咱教。回头转来求家己，求家己什么？求家己爱发心做佛做菩萨，安尼才有办法甲佛菩萨去感应道教啊。咱有一种做佛做菩萨的愿，迄就是感。你真是有这种愿，佛菩萨伊就来应。
伊一定来，那安尼伊就一定来。为什么呢？有人肯接受教化吗？有人发心要做佛做菩萨了吗？伊就一定来。要那无，安那个求你脆皮啊求啊，伊袂来。为啥？伊来，伊知影来无路用啊！伊不但无路用，来伊颠倒，佫互众生诽谤作业。这个大时代众生，如果那袂接受，伊来啊，颠倒去互众生佮诽谤。安尼唔是害众生诽谤佛菩萨吗？这罪业佫愈重，出这时阵伊袂来啊。那如果那是众生，伊真正是迄个心发出来，伊想要做佛做菩萨啦，啊，自然感应到到佛菩萨，伊自然就来。所以咱这世代人，不用专学阿弥陀经，念珠在珠。你的思想言行完全甲经相应啊！实际上，你就是阿弥陀佛嘛。那么，你这世代人专修破文品，你就是观世音菩萨吗？你专学地藏经，会当甲地藏本愿经内面这些思想教诲、方理论方法拢总相应，你就是地藏菩萨嘛。所以啊，咱家己爱发愿啊，学甲参像佛菩萨一模一样。经典内底所讲的每一字、每一句，咱拢总该做到，全部落实。这就叫做请佛住世，请菩萨住世。所以，求佛未可。处理还的办法只有这项了，意思就是求佛搁再来这个世间教化众生，生生世世唔通放弃众生，只有这个办法了。咱家己爱发愿发心，而好参像佛菩萨同款啦。安尼佛菩萨也一定来。咱今仔日学阿弥陀佛，咱按照无量寿经来学，咱的心跟阿弥陀佛的心同款，愿同款。言行当然也同款，爱安尼呢，才会当真真正正请菩萨住世啊！要那无话请未来啊？为什么来请未来？道理真简单嘛！来，拄则咱讲啊，因为来众生未接受嘛，咱唔肯依教奉行，伊来遮要创什么呢？佛菩萨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啦，所以在这个世间呐，咱今仔日啊，从这阿难尊者请佛住者这三首偈上啊，讲到这圆满啦。那么咱回头搁再转来看阿难，伊讲的这三首偈上啊，一首四句啊，啊三首十二句啊，各位恁去该看嘛，详细搁甲看一下，看一遍。讲这个话，真是一真痛心的话啊！嘛是一味伫咧怜悯众生的话啊！咱家己是毋是看会出来呢？会当体会到无呢？我相信咱各位同修，恁也看会出来、体会到，真正知影阿难的悲心嘛，阿难尊者的悲心嘛。我相信你为今仔日去。认真努力，唔敢懈怠，所以我拜三啊，伫咧这所在我也有讲。进前，咱知影咱香港建中学会啊，啊，有规定大家啊，每一礼拜至少爱有一个基本的功课，就是爱念佛八点钟啊。那么至少呢，你爱听经一节课啊，基本的功课。那么，如果这基本功课你无法度完成，要请假呢？第一领导你爱家己补课啊，爱做功课啊。那么内部嘛，还有一挂课，这基本课程就是咱拄下讲的啊，迄正业三福所展开的这课程爱学啊。咱即卖咧所学的这课程，拢甲正业三福，尤其是第一福有关的。那后面搁再若要学。五戒上经千条集注，那是恁有所学学行义加开，迄甲第二号就小可有关系。
有关系啊，迄个这里话就算有关系。所以咱咧学一些课程啊，未超过就是咧做正业三好这个基础啊。那么有时阵呢，咱东西无法度应付啊，啊爱请假啊，伊讲啊啊，请位悟真法师一直咧甲我讲啊，啊礼拜啊上地主规啊有人请假。因为地主规佮开新班啊嘛，啊有一个菩萨要请假，啊悟生法师呢，伊就苦口婆心甲伊讲啊，菩萨啦，啊你袂使安尼请假，即个假你袂使准啊，啊穷苦爱认真上啊，袂使安尼白大无就请假，你安尼袂用安尼算旷课啊，唉，听听了我家己嘛真感叹啊，讲。无听到这菩萨，还佫会想讲，哎呦，这师父哪会这啰嗦啊？细细念，啊，我着真是有代志，你敢来讲讲遐？无听，我想讲，佫起一个无名了，讲啊，麻烦麻烦，我无爱，我要退出啦。我甲你讲，这种唔真济啊！哎，啥物啊？请假着爱做功课，啊，诵书爱做功课。啊，每一礼拜都爱过来做功课，爱念佛，唉，真麻烦。想想来讲，啊，安尼麻烦，我归去，我退出，我无爱。真是安尼啊，起无名了，伊无得应付，伊嫌烦啊。伊感觉你这法师这代的，代的安尼个阿伯，你这请假做一点的三个字，就卡一个电话来，哎，菩萨，你的功课阿未做好，我爱完成。但是我该想到等下。啊！即个法师大德，何你嫌烦？即个法师大德，唔知趁你汤啊，趁你念无？达项都无，无利益可言，所以爱个何你嫌烦？爱个何你怎么？爱个何你个人玩？哎，就是这样呀。所以我就做感叹讲，有几个人会当在这来的低温啊？陈阿公，嘿，今嘛这种这个时代，有哪有这种道场啊？哪有这种人啊？是安尼一直变脱，一直爱逼你用功。所以讲，我个一个菩萨讲，无甲你逼哦，唔甲你规定功课，你要信无？你嘛是安尼就过去啊。那甲你逼哦，你就乖乖做功课，嘛是安尼过去啊。那请问诶，是甲你逼？你较会得到利益，还是无甲你逼啊？还是请问你，是甲恁逼，是遐个法师大德得利益，还是恁得利益啊？对啊。所以我看到这番，想较爱笑。关白叔伊，敢若白叔咧替悟真法师做，白叔咧替悟上法师做，白叔咧替在大德基础大德做诶，唔啥讲。算来算去的是啥？替你自己做啊！这真正是经法消消退，经法一直灭去啊，衰迷去啊！有几个人要用功精进修行呢？人逼你用功精进修行，爱搁你嫌烦啊！起一个无名，搁讲啊，我无啊，麻烦啊，我要退出。哎，你看，这有时阵我听了，有阵时看到这样呢。真灰心啊！我想想，我嘛定定要甲教务局的代表讲，我无算了吧，载大家载因去吧，即大众众生大家咧载因去吧。但是咧教务局的建筑兵说，无啦，无大家安尼啦，迄少数呢，有大多数的人拢是足欢喜的，知啊，这师父的用心嘛。我甲您讲实在话啊，伫咧今仔这个时代啊。就算是恭敬说法的法师啊，比如参像咱净空老文殊，咱老和尚，啊，伊一世代人，伊敢那负责讲给你听了尔，伊绝对袂去管你要用功唔用功，伊嘛绝对袂管你去负要修行唔修行，伊只负责讲给你听，你要用功唔用功，你要修行唔修行。吐一句较粗俗的话，领导的代志，伊都无咧管你要用功唔用功，要修行唔修行，伊干那负责讲给你听咧。卖讲是恁在家在家在的，
包括过去的景美花丛图书馆，连请出家人伊嘛无咧管伊要收唔收的，伊负责讲给你听，伊会甲你讲，会甲你点，甚至会甲你骂。啊，你要听唔听？啊，你的代志，你要收唔收？你的代志。伊常常讲，将来你对地价个，你去阎罗王遐无法度甲我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该讲的拢甲你讲啊。你要安那生死，你家己去生死吧。啊，你若唔听唔依教奉行，那是你的代志。净空老和尚一生的态度就是安尼，一食到今年八十几，拢是安尼，恭敬五十几年是这个态度。所以今仔日咧这个时代，什么人要做这种戆代志啊？好啊，逼你用功，逼你修行，甚至逼人呢？搁安怎呢？吃力不讨好，爱搁互恁妄谈，这是真的。什么人要做这种戆代志？就希望咱各位在地啊，恁家己好好点修啊，恁家己小想的嘛。人逼你爱用功，逼你爱修行，这是为向好啊。这个也想啊，这就是咱拄啊讲的啊。七个但是就是先道大师讲，总在无缘不懂啊。但是缘啊啦，当到了后才爱看福报，无福报的人嘛，当面错失啊。缘啊，刹那就失去啊。你唔通这缘，唔通有这缘因缘的，稍纵即逝，你小看该放者，伊就无去啊。那等回头想要珍惜这个缘呢？缘无去啊！搁再等到这个缘呢，嘛无一定等得到。无但这世人这种缘都，不是定定会当等到这种缘呢。有福报的人，有善根的人，这就是我之前也有讲过，伊真正是珍惜因缘，把握因缘。啊，那无福报、无善根的人，无智慧人、愚痴的人，伊是安那？错失因缘，错失因缘，一下再后悔因缘，后面再来后悔，想办了啊！那么今天呢，时间呢差不多到啊，下面呢是另外一个段落的开始。那么今天咱从阿难赠送第六，又分七段，第一段请佛注释哦，这第一段，这三个小段。啊，为众，你看定一为众请主，定二罪众发言，定三弘化哦弘孝法体，从这三段介绍出来。啊，后礼拜呢，咱这个为第二段依傍当罪，依傍当罪内底呢有三个小段。后礼拜咱再过来为这三个小段为咱各位同学代表做介绍。好，咱今日就讲到这，时间全部过很真久，我看差一点的时间呢，无啥要紧，反正就到这，后礼拜咱就继续。今日感谢咱各位法师代表呢，大家慈悲啊，来指导学人。阿弥陀佛。